Jerry 日前加盟和战队将与 Gia 竞争先发中路，取自 HotSports 官方脸书专页。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，英雄联盟新加坡籍选手 Jerry 日前离开待了两年的 AHQ， 来到香港战队和 HotSports 官方脸书专页，经五日也释出一段 Jerry 的短访。 Jerry 谈到另一位中路选手花轮 Gia 有着很高的评价，但也因为两人同线路， Jerry 更向 Gia 宣战，表示先发中路是他的第六人，留给 Gia 当。首先谈到加盟和 Jerry 表示有些惊讶， S7 世界赛结束后他其实已经处于休息状态，想准备做些别的事情，但在合约结束后和找上他聊了一下，表示如果他能加入和在 S8 可能会打出好成绩，因此他便选择再试试看。尽管他加盟和但队伍又找了前后前身中路选手 Gia 重返阵中， Jerry 也说一直以来他对 Gia 的评价非常高，是一位操作非常好的选手，能在同一个队伍竞争是一件好事。但 Jerry 也向 Gia 喊话，虽然你是一个很强的选手，但是 S8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，第六人留给你做了。